那接下来我们就用 Magic Light 这个灯泡为各位来演示一下什么叫做 Home View。 那基本上呢， Home View 就是我可以用触控的方式透过 Google Home Hub 来控制智能家电。那我们现在就来做 Home View 的操作。首先可以看到在我做了沙式选单之后呢，在 Light 灯泡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 Group所有的灯有四个，但在 Baron 里面有三个，所以呢，在 Baron 里面的灯呢，我如果要特定控制 Magic Light 这个灯，我就点这里，然后呢，我再把 Magic Light 打开，有没有？当我触控之后 ，Magic Light 就会被我打开。那亮度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进到这里面，然后呢，也是用触控的方式去做亮度的调整。而不需要每次都用语音的方式去做调整。那另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Magic Light 是一个彩色的灯泡，所以呢，我也可以在这边呢，将 Magic Light 的颜色换成，比如说 Indigo， 比如说 Pink， 比如说像Navy Blue。所以这个呢，就是 Home View 的优点，可以非常用直觉的方式来触控跟改变智能家电的一些状况。